着面两人的关系，将话面看详细，才知爱你万千。要恋你的滴滴找啊找，想你到老也袂变。徐队长你好。高院长，哎，来宾坐，来宾坐。多谢你。太谢你，我先跟你讲，你就来教教你啊。袂啦袂啦袂啦，你莫安尼讲啦。是讲院长今仔来是有啥物代志是无？我是要来找佑兴，还有佑珍，还有徐太太，想要亲身跟您回一下实的。伊对有你莫安尼讲啦，啊为着这件代志，你安尼专工走一转，是讲哦，迄两个囡仔无伫，应该连伊都转来啊。啊，歹势，徐太太，我想你应该有看到佑珍迄个新闻对吧？这拢爱怪我啦，因为阮北医医美器材这件代志，去牵连到佑珍，啊害伊。名声去伤害着，我真正感觉对伊袂得过。伊对你真正唔通安尼讲啦，啊为着这件代志，你安尼专工走一转，哦，你真正是一个足有爱心的院长呢。我想着讲哦，啊，阮又真该又心会当在你的病院做事，哦，足放心的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，徐太太。啊，既然因在我的病院是我的员工，我来甲因关心一下，本来就是应该的。多谢。拍死拍死，好你坐这么久哦，我一杯茶拢无摕，你等我一下。赶紧啦，徐太太，你别麻烦啦。我来帮你坐，念咪就好啊，念咪就好啊。多谢你啦。妈，等我物件。哎，好。又新又正，恁回来。一定。真就是这样，领导恁恁去哦，真正是足舒适。我一日呀，两下就困起来呢。拍手拍手拍手！哎，坐坐坐坐坐，坐啦坐啦。没啦，院长，其实哦，我当晚这台新领去了，我家己嘛静静在看下就困起来。对啊对啊对啊。而且哦，这白做领去服务够好，那想需要维修，也是代理商家己来修理呢。这听起来可是袂歹呢。院长，你今日来阮家，敢是为着我去予人偷袭的代志？你是不是嘛甲院长夫人同款，要甲我开除啊？院长，请你听我解释。你是卖紧张哦？你无需要解释啦，其实这代志我拢已经真清楚啊。所有的代志，包括。我甲阮姐要予院长夫人开除的代志，是啊。其实院长今日来遮是专工要来找您，想要亲身甲你回家室的，因为拢爱怪我。这边医美器材代志，我无处理好势，才会去拖累着您，真正就是的。院长，你真正无需要甲我回室的啦。你无甲阮误会，阮就足感谢。恁两个人吼，无向石头路，拢爱感谢院长啊。无啦无啦，徐太太，你安尼讲吼，太过客气啊啦。我讲一句老实话啦，我做医生这么久吼，我真正就安尼会当拄到陈秀佑心哦，这么优秀的护理师。院长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感觉是尽我的本分尔。我讲的是事实啦。尤真啊，你真正运气足好诶，会当有一个这样处处为你设想、对你这样好诶姐姐。做姐姐本来就是爱照顾小妹啊，我若是姐姐，我嘛会安尼做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好啦，啊，飞平吼，起码这医美中心嘛准备了差不多啊，啊要开幕啊，出来，大家就要好好加油啊！好。好。哎，徐太太，拍摄了，给你调料。啊，时间无早，我先离开啊。哦，一定我上，我上。徐太太，你边上啦，不可以来电话。好，好，晚安，晚安。一定顺家的。哼，
院长伫了我的面头前安尼侮辱姐姐，袂使我足差的，拢无想过我的感受。顶摆看到成功摕冰棒帮阮姐冰敷，已经足袂爽。今仔日院长过来侮辱姐姐，真正够烦。伊是安怎？我是毋是咧想刘医师迄个新闻啊？哈，你放心嘛，莫想遐尼济，迄款八卦新闻哦，大家真紧就会袂记个啦。我无去想遐啦，我忝，真气好困。哎呦，这是安怎？那安尼，面闹面堵啊？唔知。敢会是今日讲迄个新闻，予伊个男朋友看到，会去影响到因个交往啊？啊？又做我男朋友啊？当时代志啊？你敢唔知？唔知啊。阿姨跟我讲是啥啊？我想讲要问你个咧，啊，你想看觅，敢有可能是恁病院个医生啊？又真新的男朋友。可能是成功。我嘛唔知啊，啊那真正是阮病院的医生，敢有甩遐尼啊神秘？开弟吼，你小注意一下恁小妹，唔通让伊去用骗去。我就无简单才有今仔日的一切，我绝对无爱阁回去较早的生活。到底我应该要安怎做较好？那会平常在抓乌的面，就感觉就想要吐的。归去打电话给志成，甲伊讲我胃肠无爽快。顺便拜托伊，莫甲阿叔讲话。嗯，阿叔过过，敢那也袂来。啊，敢讲我有事啊？若真正遐尔好话，安尼我毋就有救啊？点心啦，哎，这是刚刚才100分尔嘞，啊，我排偌久嘞嘞，啊，你吃看卖够合你的口味啊？你来找我，应该不是要请我吃点心啦，你有什么代志哦？你就直讲。哦，其实哦，我今日来找你哦，是要讲一下查某人的心事啦。海生哦，我不了解你的意思呢。咱查某人一生所追求哦，除了幸福的家庭以外，过来，大概必须得有关系的代志。
比如讲哦，迄蒜椒就跟咱爱情同款，咱拢希望咱的翁婿哦，会当生一个超大粒的蒜椒，可以对咱讲哦，钻石代表我的心。杨太太，所以你意思是讲，你希望你的翁婿会当买蒜椒送给你哦？啊不不不是啦，哪有可能？啊，伊即摆都关伫个笼仔内底，哪有可能送我啦？那哪呢？你到底是要跟我讲啥？哦，我的重点就是哦，我想要开一间医美诊所啦。啊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嗯，你若是有兴趣哦，你会当去看卖啊。啊，不过就是爱有其他的资源啦。啊，对啦，医美上重要就是技术还够器材啦，这你免烦恼啦。我有拜托开书哦，替我介绍医生啊啦，要找厉害医生哦，不是问题，啊，器材嘛拢妥当啊。开书，嗯，拜托的好不？你以前哦对开书嘛无外好啊，伊会跟你斗相共哦。啊，伊袂靠计较的啦，啊，搁再讲我两个真正有包我的感情呢。伊嘛学了讲哦，我真有头壳，我真巧有智慧啊。伊嘛知影我是真厉害的潜力股啦。啊，当初哦，有时阵嘛是我甲三太做伙拍拼，凭我的经营头脑哦，要开一个医美诊所绝对唔是问题啦。啊，即马啥物拢有啊，就欠淡薄仔资金啦。我想讲不如哦，咱两个做伙来做啊。啊，歹势哦，杨太太，我甲你哦交情嘛无介好啊。啊，感情是会当培养的嘛。杨太太，你可能无啥清楚状况呢。阮即马红星病院哦，有家己成立医美中心啊，我是无可能嘛，无适合搁投资其他的同业啊。哦，啊，你敢确定你迄医美中心做会起来？啥意思啊？老总诶，毋是我咧爱讲啦，你要投资迄红星哦，你不如来投资我啦。你医美中心哦，都还未成立咧，都是投资弊端呢，吼、哦。上大的问题就是那个作销翁的啦，你若是有够巧，就要另早抽提，莫甲伊有任何关系。迄个周小安又搁是安怎？哦，这哦是一个 long story， 我慢慢来说互你听。我跟你讲哦，就是伊哦，甲一个皇冠狐狸太太，啊，做了五十几年，满面沙沙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周小安甲法官夫人骗你的钱，他买器材的时阵以假报关，把钱拢藏伫家己落地啊？这敢是真的啊？哦，当然嘛是真的。参照周小安的哦，啊心机这么重，和迄种人哦来管理迄医美中心哦，恁病院的钱哦绝对拢总入去的落地啊。所以哦，为着防止伊乌你的财产，你爱把钱哦啊来投资啊较妥当。是安尼哦，杨太太，真感谢你甲我讲遮个，啊，不过我也是要投资你啦。哦，啊，你敢不爱搁考虑一下？唔免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啊好啦，啊若无你若有临时啊改变决定啊，则打电话甲我通知啦吼。啊，这下午茶你慢慢食，我先来哦。李磊，志晨，志晨，你搁咧生气哦？医美器材的事情我都处理好势啊，后尾不出你搁安尼做，有听到无？有听到啊，这拢是因为迄个潘大庆来找我，而且伊是病院股东呢，所以我才会公公相信伊讲的话。我知影你对金钱一定拢无安全感。啊！不过你即马拢已经嫁予我，
我嘛答应你，我会照顾你啊。而且，我嘛答应过你啊，不管你有啥物要求，我拢会顺你的要求。所以你真正无需要为着钱来烦恼啊。啊，那是我需要用到钱的。请你跟我讲，合情合理的，我拢一定答应你。不过你嘛要答应我，袂当搁私底下去收别人的钱啊。因为这牵涉到法律的问题，就算我是院长，也真有可能无法度保护你，知无？我知影，我是真正知影家己做唔对啊，而且我嘛拢一直有咧反省。你敢知影？今仔日我为着想要甲你回失嘞，特别早一日不得要来找你。对我来讲，咱个人只要大家会当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过日子，就是你送给我上大礼物啦。啊，不过我感觉还是不够。这什么呀？你拍开看麦。有事啊？你敢有介意这礼物？我当然嘛介意啊！啊！我们做爸爸，我们做爸爸，我们做爸爸，啊！我们做爸爸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袂记啊啦。看你怀疑个安尼，正常我阁想讲，你是不是无想要教我有囡仔？哪有可能啊？我就想要甲你有等家己囡仔。你放心啦，进前哦，真正是我就无用的，啊，不过续落来，我加拨一段时间，好好陪你好不好？那是安尼，你该陪我去散步，陪我去做产检，啊，该陪我做妈妈运动。那是安尼，哎，你起码不管做什么代志哦，拢爱细腻，啊，而且家的物件嘛要注意哦。我跟你讲，等下我叫吴三哥叫医生哦，给一寡营养品的清单给你，我再陪你做回来买，好吧？看来你紧张干呢，真正是新手爸妈呢。啊，那是我哥生第二个，啊，你到时阵敢会遐尔紧张啊？我唔知，到时阵才知啊。志善，阿姊啊，阿姊，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你气噗噗的。我原本是有代志要找你啊，嗯，要唔过拄啊好啊，周小安伫咧遮，我直接问伊就好啊。周小安，医美中心器材，你是不是有收回扣？阿姐，我唔知影你是为倒位听来，啊唔过，这中有一挂误会啦，唔是参照你听到安尼。先忍啦吼，志成，你这个好太太做这个代志，伊拢唔知影是无？我知影。你知影？啥子无要讲啊？你即摆先听几多好不好？这代志哦，我拢已经处理好势啊，即摆已经无代志啊。来，就来吼，就来吧。周小安还这么大错个，你搁要为何伊哦？我唔是在为何伊，小安已经知影伊做唔着代志，而且伊嘛甲我保证，伊以后袂阁安尼做啊，对不，小安？是啊，阿姊，以后我会乖乖听志成的话，不管任何代志，我拢会先甲伊参详。什么时阵来甲你讲话啊？好啦，阿姊啊。我知道你足生气的，啊！不过你敢知影从头到尾，其实小安根本就无摕到钱。是啦，阿姊，我知影我做唔对啊。以后我绝对袂阁犯第二次错误，请你原谅我好无？好啊，原谅你会用的啊，你必须离开病院。阿姐啊！代志敢有需要安尼处理啦？敢无需要？
小安个性，你是唔知是无？有一届，就有第二届。伊的本性啊，根本无法度抵抗金钱诱拐，以后绝对阁会发生同款的代志。归去安尼啦，做一届解决啦。阿姊，你先冷静落来好不好？你想看卖，便宜有你，还阁有我的监督，我相信小安以后绝对无可能阁犯这款的错误啊。吴志成，牛牵到北京就是牛啦。做小安心内伫咧想啥，我足清楚的。阿姊，我知影我所做诶代志，你是无可能原谅我。啊，毋过自从我嫁予志成以后，我每一工心肝内所想诶，就是要安怎建立一个美满诶家庭。只是你拢处处针对我，毋管我安怎做，你拢无满意。所以我每一工心肝内拢足惊吓，足无安全感的。我足惊你会听煞我甲志成。周小安，这个代志我敢有别的啊？阿姊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我只是想要让你知影，我对志成是真心真意的。我看到志成会当温柔伊徛起来。我心肝内唯一的愿望，就是希望伊会当幸福。周小兰，你无需要伫我面头前去可怜。好啦，阿姊啊，你可有需要安尼啊？是安怎你对小兰一直有偏见啊？吴志成，医美中心是周小兰伫咧管的，伊头一个想到的是家己的利益尔。阿姊，我有心啊！即个我甲志成的宝宝，乃是我甲以后的子孙。你敢袂当看到囡仔的份上，原谅我过去所做的遐个代志？你有心啊！阿姊，你哪会这种表情啊？刚刚你无替志成欢喜，也是你唔相信，你去放你家啦，变啦。周小安，你即摆想要提这个囡仔出不去啊？你阁真敖呢吼！阿姊啊，你我无安尼想。可能是天公伯也可怜我，让我甲志成会当有一个属于阮家己的囡仔。我相信阮的家庭以后一定会最幸福快乐的。哼，安尼真好啊！既然你有心啊，就要好好保重你的身体。安尼啦，我看你是无适合做医美中心的执行长啊，归去死掉了。我知影你会安尼讲是好意，啊，不过我即马只是怀孕初期啊，而且医美中心就得要开幕啊，我更加无可能伫咧这个时阵离开，你讲对无？搁再讲啊，我嘛无想要因为有心就离开职场，我想要参像阿姊同款，伫咧事业上甲先生斗相共。别生气好不好？啊！你想看卖嘛？这个代志若是闹到足大，传去外口，会影响到咱朋友名声呢，安尼敢好？吴志成，这次哦，我着看在你的面子上，甲做啥落来？但哥。你就要甲伊顾条条，以后若是阁有脚手无清气的代志，我就袂参像一届。
这么简单帮伊煞。好啦，伊放心啦，妈。你做位出来钓鱼啊！我真正是足欢喜的。哎呀，丽华，这风景哦，真正有够水的。来看这鱼啊，哦，足细哦。可真实的呢。爹爹有一挂道理伫咧，你想看卖？啊，咱钓鱼啊，是其他鱼哩有可能掉落去，啊，煮了都鱼啊来食。啊，咱那像一边钓鱼啊，一边饲鱼啊。啊，钓鱼是兴趣，啊，免钓济啊。啊，煮了鱼啊，就拢伫咧。哦，所以爸意思是讲，咱做人哦，得甲人老体咯，对吧？你真正够巧诶，我点一个你就通啊。这道理哦，用在生理流上啊，咱做生理在家己顺道好啦，咱做生理再久久长长啊。哦，多谢爸呢，我搁学着啊。所以伫生理上哦，咱就爱知影利益分享。你真正做有生理头脑诶，我只要起一个头，你就知影买啊。我个杨师傅要搞好你个身吼，我就做放心诶啊。爸，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啊？是不是你的身体有什么问题？无啊，没啦问题。啊，我只是咧替我未来设想啦。啊，我答应明年来规划退休的生活。思思，嗯，你也知道这个所在啊？这个所在袂歹呢。但阿勇爸爸跟我讲，这个所在真适合你。阿姨一听到我讲，今仔日要跟你做伙来钓鱼啊，伊就欢喜的。佮讲伊无闲，煞伊先赶过来，拄则敲电话给我，讲伊伫咧落位啊。安尼真正做好个啊！哎，为了我查某囝，啊，我做伙做，甲伊做伙代志哦，我真正足感动个，啊，足欢喜个。爸，你若真正甲伊食哦，以后我答应你，我若是有闲，我会常常陪你做伙来。啊，等政府较大汉呢，咱就带伊做伙来食。好啊，那你哦，我真正感谢阿勇啊。阿甲你感觉这么好，我想像我这个做爸爸的，真正都失败，我尽了照顾你的责任。爸，其实一开始我开始真无谅解你啦，也不过后来我才了解，你无照顾到我甲明月，这嘛是因为你根本就唔知阮姊妹阿弟的啊，所以你唔当出嫁。那安尼啊，我离婚证嘛搞无好，参照今麦我伫咧烦恼伊个婚姻啊，参照你甲陈浩，啊你结婚了我就放心诶。啊陈浩伫工作上啊非常个认真，啊嘛真顾家，啊做人嘛真正歹，你无参照加油。伊最近是搁做啥物代志啊？无你哪安尼讲？我嘛唔知是毋是心理作用啦，我咧感觉哦。家伙最近足奇怪，阿姨敢是看起最阴天的，唔知心内咧计算啥物话？是毋是刘家伙最近有做啥，互你发现？你怎安尼讲的？伊嘛无做啥物代志啊，爱着大厝顾囡仔，阿嘛无咧工作，阿伊都有奇怪，我嘛唔知啊，只是一个感觉啊。这点哦，我会替你多注意啊。
爸，嘛有可能是你最近压力太大，才安尼胡白想的啊。是啦，希望是我跟你想太多啦。终究档期都要到啊！而且网络购物，咱请外婆来做页面的大屏蔽，啊，间接会当刺激网络销售啊。爸，你这想法真好呢。是讲，我是当时开始帮我录音的习惯啦。啊，到我最近哦，记忆是愈来愈歹啦，特别袂记的代志，啊，就想到啥，就摕录音笔给录起来，啊，代志哦，就袂漏搞去啦。这得跟你以前同款，爱抄笔记、写便利贴，真正是一个好学生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近哦在研究这云端功能啊。卡准哦，就讲我的手机啊，啊这录音笔哦，那歹去，安尼我资料才袂无去哦。哇，真正是阮爸呢，对着时代哦，好棒棒。来来来。哎、欸，你爸仔竟然钓啊钓无啊！爸，你来啊！有哦，钓真济哦。安尼，啊，你我脚筋无啊，今日袂使，我等下对袂着你进度，我安尼害啊！哦，哎，我最近是七七无闲啊，你知？我听你要钓鱼啊，我是拼来啊！是毋是搞你钓几下尾？哦，你搞哦！哪有搞啦？我只是较早搞尔啦。啊，而且我钓鱼的技术嘛是你教我教的。你安讲是哦？我钓鱼会使有无？哦，我咧讲。真的是把你操蛋啊！你教我哪能钓我三日三哦？矶钓达人。哦，你也看，你也看，你也看。我讲啊，其实哦，咱已经食到这里岁啊，对不？人生哦，你做些代志，无需要看甲认真啊，认真就输啊嘛，对不？放较轻松的啦。啊，规日啊，过几年啊，咱就咱两个哦，通来退休啊。那是你好命啦，我阿三叔你这么清幽啊。哎呦，我准备是哦，你退休的礼物要给你哦。没啊，没啊。钓哥哟，到时阵你就知。嗯，这心比好，我都开始冲啊哦吼。我加油啊！哎，啊，我说不起，我明天去车店，我说不起去提，我来提，我来提，你等我，我先等啊。好，大头来了哦，哎，是不是大头来？爸，哎，新小姐，补充水分。哦，在这里。外婆啊！我试试，我跟你去啊！没啦，我跟你去就好啊。谢你哦。谢你哦。我这里无说你啊，这是正常上介意杯啊，所以我煞歹去。
骨相交在门前，此事必定两相连。黄金忽然变成铁，何用作福问神仙？这机会敢那无啥好呢？这个是啥物拍给雕啊？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，所以无法接通，谢谢。正常手机啊，咱拢无接吧。你是？妈！妈！你们快！妈！郑雄奈拢唔接电话，该真正出什么代志啊？妈，妈，你先坐啦，面前还咧歹看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卡恁爸的手机啊，啊拢卡袂通，拄则无说你家己背遐拍破去啊，我心内感觉足不安的，唔知伊会出什么代志无？袂啦，会出什么代志啊？一定是你想伤济啊！希望是安尼啦。林子，林子，林子阳，别惊，快来啊，快来啊，快！林子，林子。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，所以无法接通，谢谢。奇怪，啊，正常的手机啊，那几天拢唔接啊，啊，敢会真正发生什么代志？袂啦，我妈呢哦，家己吓惊家己啦。妈，爸到今嘛，佫还袂接电话哦？啊，敢会收行？这次是根本就是甲爸绑票嘛？袂啊，我等袂落去啊！爸，郑雄，讲话你今仔路，你还较早休困嘞啊？哎呦，多谢你啊！郑雄啊，我到底有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卡你的电话哦，你规工拢唔接，佮无我规身躯拢安尼。来来来，先吃坐坐。文正啊，迄桌一杯烧茶，让你爸啉。好，来啦。好啦，我就无代志啦。什么无代志啊？你卡电话你也唔接啊？啊，无啊，规身躯啊，你澹澹啦。你是咪叫我烦恼？你唔敢跟我讲啊？啊不，思思你讲。都歹势，今日我去钓鱼啊，无说你跋落水。啥？恁跋落水，歹势，真正是足歹势。爸，小弟，郑思思，你想做咩从公爸去遐尔危险的所在啊？哎呀，那是多咧危险啦。阿勇啊，需要救起来啊！我今晚来好好滴咧啊。那是你好运的，无去溪水哦，迄拢暗礁的呢，那是真正好，你家在我看到呢，我是跳来甲你救呢，无你今麦可能迄水鬼哦，屎尿够摕哦，我咧讲。啊，爸，卖讲这啊。啊，无恁爸仔囝是安怎啦？啊，从阮镇上去溪边钓鱼啊，啊你敢唔知影？今麦七月时哦，是唔通去溪边呢？是啊，郑思思，你规工甲阮爸爸哥哥滴。而且个破台无是出来去钓鱼啊！你有啥物无钓啊？啊，无讲讲你搁要家己借钱，顶摆迄三百块也搁无够，搁想要我搁较济？无啊，尤文珍啊，你当时安怎啦？你当时听去破掉啦？迄钓鱼还搁借钱两回事，你还咧讲做伙哦？而且三百块是咧交给阮借的啦，妈咧啥物代志？用牵拖对阮叔叔家来啊！我咧讲。
飞弟伊就是扫帚星，伊就是干来要偷嘞阮爸爸。哎呀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是我带死死去钓鱼啊啦，恁得卖怪伊啊，我无讲过啊，我都无代志啊。正常啊，啊你敢有去看医生啊？无啦，免烦恼啦。阿勇啊，算我拜托你好不好？啊，卖七月时哦，从阮正常去 KB 钓鱼啦。啊，慧凤若知影，伊爸一定会做烦恼的。啊，无遮严重啦，我较早嘛咧七月时啊咧钓啊，那我就无安怎，是讲我拢有拜拜容易啊。啊，好啦好啦，以后较卖去啦，安尼会使。啊，呀，哎，啊，这邀请函是啥物人来的啊？那是洪生医院的医美中心要开幕啊！啊，我感觉拢有收到邀请，我来去。是安尼啊。我跟阮大家嘛有收到。嗯，起码做当所长夫人啊，兴奋得无同款啊。开始会晓找一挂社交活动啊哦。好啊，文正，卖阁讲啊。爸，啊今日你嘛忝啊？你先卡早休困嘞，我先来等啊。好啦，哎，阿勇啊，今仔只多谢你，以后你就是我救命恩人了。啊，小可代志啦，是讲你要好好保重嘞，吼。奶奶夫人，我先来。我送你啦。变啦，变啦，无啦，我一定爱送你啦。来来来，啊，真麻烦啊。多谢你啊，谢谢你。爸，你来保重啦。好好好。再见。再见。正雄啊，你把去楼顶哦，洗洗身躯，换一件衫。好啦，那我先给你哦。李文正个小查某，是我客气啊啦！你不看伊拄只讲遐态度，我嚣巴的，听做袂爽。袂要紧啊，爸，我就是无想要让正雄爸爸也伫我甲文正中歹做人啊。今日嘛确实是我要伊去钓鱼的，会发生遮意外，嘛无怪文正怪我。嗯，哎，李文正哦，伊即摆是看你即摆咧变咧当所长夫人啊啦，总之你嘛无通啊做啦，啊，叫我报警你嘛无伊开啊，你嘛空气啊，你袂爽。我根本就无想要甲伊烧钱啥，是伊家己拢想袂开的。阿尤啦，啊，拄则咧无看到佳尤，啊，伊即摆坐轮椅，迄照你讲，迄踮咧厝的啊，后来丈人爸出代志哦，啊，咱免出来关心者。讲啥物黄的头壳开刀哦，人的转型会变好，我变死啊，我才唔相信。安怎啊？我也讲唔对。无啦，是我雄雄收到。今日正雄爸爸嘛讲到刘家的代志，伊讲的意思甲你差不多啊，伊嘛唔相信刘家有真正变好。就对，你讲一个人哦，伊个头壳内底哦生一粒瘤哦，你个性会变哦，迄种我相信。用传承迄个温吞的人哦，啊，伊可能变冲动哦，啊，高傲的人哦，伊会变啊较无爱讲话，啊，认真的人啊变较散型，啊，非就是，伊讲本来个性安怎哦，伊变倒变啦，啊，就是哦，安怎？我认为哦，迄侪人会做好代志，会做歹代志，啊，是毋是会自私啊？是毋是有良心哦？迄拢甲伊本身的个性有关系。你讲那无唔对啊，确实啊。所以啊，你讲个刘家会变好哦？伊即卖人安尼变啊阴天阴天哦，人你讲哦，阴天狗哦，家人是袂好。正雄，来啦！你们只要养生茶。多谢你哦。哎、欸，这不是我平常会用的杯啊。歹势啦，我今日无说你介绍歹去啊。啊，不要紧啦，换一个新的嘛好啦。啊，不过迄个杯啊，你已经用足久啊。啊！我今仔日介绍歹去的时阵，我心里哦，感觉一直足不安的。啊，尤其是你甲思思，恁走去溪边钓鱼啊，啊，搁跋落去水内底，
真相，这嘛是手的事呢。你上紧急哦，你溪边渗水的。你真哩迷信啦！啊，只不过是培养你来那修仙的这代志，啊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啊，不过最近哦，我感觉足不安呢。啊，而且我逐天拢做噩梦，只要你出门哦，我就烦恼哦，你伫个外口是毋是安全？没得啦，啊，这世间哦，只有早早加晚早的差别啦。你逐天咧提心吊胆，啊，为什么代志拢免做啊？你唔知啦，阿祖啊，对个看守所出来以后，我一直足惊我会失去你的。真相，我拜托你，莫一直做一挂好烦恼的代志，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安尼我得牵你的手吼，陪你陪到老，好不好？咱拢食到这个岁数啊，平安哦，才是福啦。只是今仔搬到水时阵哦，让我想起遗嘱啊。你过来啊！我想讨要你去讲一件代志。这个代志哦，你一定爱知影。假使老师讲我无伫咧，我将我的财产交予信托，啊，信托检查咧，就是要上给信任的太太，就是你。信托？敢有需要安尼做？是无需要啦。因为我已经把财产分配好啊，只是有一挂人我袂放心啊，啊，所以把财产交予信托，会当预防讲哦，一挂有心的人伫遐小讲小霸，啊，欺骗我身躯边的人。好啊啦，莫去讲啊，就算是安尼哦，迄嘛是你以后的代志啊。对啦，我知你无爱管这个代志啦，安尼即马，我得留你跑养生站。好好养生，安尼用了未？这不就差不多。多谢你，欢迎来哦。阿太太，请在家。洪夫人。你来啊！对啊，哇，你今日穿个足水嘞！你嘛是啊，恭喜呢！就咱的医美中心会使赚大钱哦。这是当然的，有一大家做一谈。吴总，吴夫人，老总你好，恭喜你朋友医美中心开幕。李夫人，欢迎。李夫人，你好。文珍啊。啊！你迄皮肤最近敢那淡薄欠保养哦，是讲不要紧啊，等下哦开幕就会结束，你着随时会当去阮的医美中心预约，保证哦你的皮肤变较水当当哦。无啊多啊，啊最近哦常常拢爱照顾我的囡仔伊童啊，所以我无时间去保养诶。啊对啦，你刚要过去庙里拜拜求子。这讲到求子哦，我真正要感谢你。文珍啊，你敢知影？迄天哦，你给我建议了，我回去就有心啦呢。你有心啦？哎呀，你啊紧啊！哎呦，我搁嫌羞办呢。是讲哦。我人才很欢喜的啦。吴夫人，啊，你这应该是叫做母凭子贵啊。这个时阵，妈妈的身份是什么款，应该是不重要啊。这本来就不重要，重点是这把刀来的囡仔是啥个啊？好惨哦！我把肚内边的宝宝，伊的爸爸就是阮洪生医院的院长。好惨哦！有一挂人，迄囡仔虽然讲出世啊，啊，不过爸爸却是一个杀人犯。想想的也是悲哀啦。小安娜，李小姐是人客，你讲话哦，较有站出来。哦，
释啦，我无这个意思，我唔是伫讲你。我知影，我唔是伫讲你。就其实，林夫人，王夫人，我想退了。老总诶，阿姊，你拢到啊？歹势啊，拄啊路里有淡薄塞车，所以阮较晚到。啊，敢有啥物精彩，阮无参悟着。两位真正足罕见诶，想袂到恁嘛会来参加。是讲阮医美中心是非常高级诶，啊，假使讲连几百万拢摕袂出来，恐惊毋是阮服务对象。小安，主持诶人若是无够高级。就算妆容搁较水，嘛是爽哦。现在若是想收别人的钱，这都唔呐无高级，搁是业界的耻辱。王夫人，对不？我真好奇呢，我拄啊一摆时阵哦，看到吴夫人那个文章咧有讲有笑，唔知恁两个关系当时变个遮好啊？哦，刘家窑唔免坐家，干那欠判缓刑。敢咪是吴夫人甲洪夫人斗相共的呀？杨夫人，这话是唔通我袂讲的呢。我哪有我袂讲啦？若要做死得代哦，就甲查某人有心共款，迄巴肚会一工一工大，根本就安看袂着。是讲着查某人有心这件代志，我想各位夫人拢是有经验的人啊。啊，我家当有心。是一个新手妈妈啦，想讲唔知影恁敢有啥物建议会当好啊？哈，袂歹嘛，吴夫人，这么紧哦，都吴院长的囡仔，那你以后你就当将贷款啊嘞。杨夫人，你敢会想想这？小安是一个真歹对数的人，而且哦，伊阁真讨厌别人讲伊是一个爱慕虚荣的查某人。伊甲志成结婚之前，都已经签好婚前协议书啊。伊是直接放弃志成的财产，所以哦，伊根本就无想要提着我家一身五厘。安尼对无，小安？当然啊，就参照阮阿姊讲的同款啊。啊，我原本哦，就对遐个财产无兴趣。真正是笑破人的嘴，你讲啥？你对遐财产无兴趣，哇！这是我今日听过上好笑的笑话。其实婚前协议嘛真好啊，就参照提早立遗嘱同款啦，较袂有啥物问题。啊，像阮翁最近就是咧立遗嘱，啊嘛拍算哦要提去做公证啊。哦，阿姊，阿姊有咧立遗嘱啊？是啊，啊因为囡仔伤侪，伊就想要做上合理的分配啦。安尼嘛对啦，啊无参像我，我干那生好一个后生尔，我若以后死哦，我财产拢嘛给伊，顶多是恁哦。我恁有较好啥物？迄内底外口几啊个呢？啊，我加上我留下来，佫敢想空想房，你孝顺恁家的财产啦。安尼几乎哦，趁伊人还佫伫的时阵哦，啊，趁再分配嘛好啦。妈，莫去讲啊啦，阮爸绝对会做健康诶。歹势啦，我唔是咧就称恁爸啦，我是讲吼，几乎只有迄先见之明啦，知影我先迄遗嘱分配哦，来提防刘家窑啦，较便利哦，财产拢扣食掉。阿健，你凭啥物讲家窑甲阮家的财产食去的？伊根本都无可能做出这款代志。世间哦，就干你这个戆查某相信伊袂啦。你都无看到刘家窑两米白酒店安尼一直踅一直踅，甲你想啥？哦，够阴天够恐怖啊！早晚啊，甲你拢食掉。阿金，妈，啊，金讲两句啊。陈公跟我讲，伊伫内底，咱先来拍招呼。哎，唔是啦，我伫工作。阿金，你就是去学这生老家，阿老婆那一直讲伊歹话啊，害爸对家窑的印象愈来愈歹啊。好啊啦，莫去讲啊啦。文生，你陪我去甲丹夫人泡茶就好啦。老总，歹势，我先失陪一下，无问题。哎，奇怪，那拢无看到吴院长，伊搁伫咧开刀啦。
这个印象哦，比别人搁较无用。做些代志，嘛拢是我伫咧替伊看头看尾。啊，伊哦，嘛甲病医做些代志拢交互我处理啦。所以洪夫人，假使讲你有任何问题，都会当来问我哦。安尼就好玩呢，多谢你啦。没啦，拍死啦。洪夫人，我过去一边甲丁董事长拍一个招呼。好啦。阿姊，拍死呢，这杯我先提走啊。洪夫人，那遐坐啦。好啦。伊拄只刘玉看恁哥，啊！伊即马状况安怎？也是同款啊。啊，妈，你看起来敢若无啥欢喜嘞？你毋是去参加医美中心的开幕酒会，是毋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别问个啦，拢是迄个周小安啦。哈，阿金又搁甲你惹着啊？即个周小安哦，看面就知影是毋是有活动啊？之前伊想要甲潘大进合作收回扣，结果代志变空啊！伊就找恁阿哥讲情啊！伊即马要利用伊个囡仔，想要来控制你阿哥。妈，啊，讲来讲去，想叫你当初予伊签迄放弃财产协议书，伊就是心内无安全感，毋才会做出这么侪代志。我安尼做，是要保护志成。保护无解，妈。啊，不过你即马唔若无保护着，连阿金巴肚内有囡仔，都予你这么烦恼。啊，其实阿金有囡仔，这是真自然的代志啊。阿金是阿舅的太太，因自然嘛会想要有家己的囡仔嘛。志成有囡仔，我当然替伊欢喜啊。也不过，是周小安要替伊生哦。我心内就感觉足无安全感的。这个周小安哦，心内唔知伫拍算啥。妈，你敢会想伤济啊？无遮严重啦。罗振宇，你伤过单纯啊啦！你唔知影外面世界我尔残忍。即马红尘有我甲恁爸退掉的，也毋过阮会老。若是有一天阮也老啊，正全阁像即摆共款，倒伫眠床无要起来，到时阵，啥物人会当保护你？妈，你烦恼的根本就毋是我，你烦恼的应该是我无法度替你甲洪腾顾掉吧？罗振宇，你即摆伫讲啥？我当然嘛烦恼你，妈，我对遐个商业斗争一点仔兴趣都无，是毋是有红糖对我来讲一点仔都无重要啊？我干那希望我身躯边的人拢会用平安、健康、快乐，安尼就够。若无红糖，就无即摆的生活。所以讲，我也无讲唔对啊。红糖对你来讲才是上重要的。唔是安尼，罗振宇，敢唔是安尼？妈，有时阵我真感觉厝内面发生遮个代志，予我足忝的。你的心内就敢那爸哥、哥红疼尔，我这个查某囝到底创啥？罗振宇，你听我讲好不？哎呦，啊恁生活结实无？周小安，阮爸囝的代志，无需要你插手啦。哎呦，阿姊，你哪安尼讲啊？啊，咱是一家伙啊，恁的代志，我当然嘛爱关心一下。振宇，头拄你讲的话，阿金拢有听到。阿金真正是同情你的。啊，不过你嘛知影，你妈妈的个性就是安尼。所有的权力都要落在家己的手头。
就好亲像迄个武则天共款。所以哦，你爱较辛苦的、较体谅的、较配合你妈妈的，知影无？周小安，你伫后边乱讲啥？我无袂乱讲啊，我是伫口抗正义。搁较安怎讲？我家己嘛伫要做妈妈，所以就较有母爱，想要照顾人啦。阿金，恭喜你有生啊！正义，多谢你呢。你真正足大心的，一知影我有生，就恭喜我。我参照你的妈妈，一听到我有生啊，规面就青顺顺，好参照是听到啥物无好的消息同款。阿婆爱我安怎？替你庆祝是无？阿姊，这个囡仔嘛是志成的啊。假使讲你愿意替我庆祝，我一定会足欢喜，一定会接受的。笑拍人的嘴啊！不过是一个囡仔尔。你跟我袂输哦，你已经有全世界了。啊，人拢讲有囡仔对妈妈来讲，就等于是有全世界啊。是讲这句话，可能对你来讲无适合。正义，阿金知影你妈妈较重男轻女啦。周小爱，你莫使弄我阿囝感情哦。我无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感觉最同情正义的。搁较安怎讲，有这款的妈妈一定较辛苦。啊，不过以后我绝对袂做这款的妈妈。爸爸，你放心吗？是啦，你当然跟我无同款啦。你会做偷来暗去，袂起一个妈妈。阿姊，我知影你对我一定有足大的误会。渐渐，我为着要甲大家好好相处，所以拢吞吞落来啊。啊，不过为即马开始，我爱为着我家己的宝宝，去清楚一切，请你谅解。你是啥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志成爱我，以后伊应该会给囡仔的，请你莫插手。周小安，你打算要用这个囡仔来治志成的财产是无？我无安尼讲啊，你阿姊，是嘞啦，啊为着囡仔的权利，以后我是绝对陪你抱的。是袂啊？正义，你有看到无？周小安想要靠死伊巴肚内的囡仔，爬去我的头壳顶，我实在无法度忍受呢。妈，你就莫阁甲阿金搭啦，把这所有的代志拢交予阿姑去决定，然后我过日子安尼毋是真好？只要有周小安。我就无可能好好过日子。你敢毋知影伊心内伫想啥？伊想要甲病，还阁规个红藤规碗捧起。红藤是我甲恁爸遮尔侪年来心血，我绝对无可能予伊安尼做。什么就是我的相信啊！只要你点头，我一定做到到。因为你的信用已经破产啦！这样真是够悲哀，够可怜的你。为什么对我一定要有偏见？你给我放开啊，泡脸！我放开啊，泡脸！我有那些做的。看你这么有罪的时候，是我们姐说他跟杰森在搞我，这次又是为了我们姐，
小珍，你现在到底在想啥？跟我讲好不好？你若是想要知影，你就要找机会去跟伊交心吗？无机会啊啦！你只下即马教伊的是郑成功，我看郑成功哦，嘛对伊有意思。你找我出来，那敢若是想要讲一点丧气的话，那安尼我要走。拢是我家己想袂开啊！其实我早就应该放弃啊。不过我逐摆看到恁姐，我都放袂落。谁叫你平常是这么爱脸笑话？要认真讲话的时阵，你才无人会相信。我都无法度脸笑话，啊无脸笑话，我都活不落去。这就是我讲话的方式。啊，不过一个脸笑话人嘛有真心的时阵，你亲像我了细伊的时阵。这个拢是同款的，真心话绝情啊！你的心情我了解，啊，不过阮姐就是一个足正经的人啊。你是得到伊的心吗？我看伊真困难。我知道。啊，经过一件代志，你阁愿意原谅我，你真正是全世界上了解我的人。对啦，我答应你的代志，我超好啊，让你去做医美中心的护理师。嘉学啊，算你有义气。听你安尼好乐话，我嘛欢喜袂起来，我的心哦已经破病啊。你若真正对阮姐遐有心，那呢，我教你一个方法。什么方法都无路用啦，拢是反效果。我看哦，你这嘛差不多啦。我问你，阮姐想在意什么人？想听谁的话？想在意的人，阿不是恁妈？无唔对。阮姐自细汉到大汉，常听阮妈的话。阮妈讲啥就是啥，从来唔敢违背伊。所以，你爱为阮妈遐下手，叫阮妈甲阮姐下指令，阿姨阁予你一次机会。对哦，你这招袂歹呢，先做囝婿，阁再做翁婿。阮姐叫你听阮妈的话，不得卡。伊答应跟你做伙。水啦！我潘伟林总算是出运了。伟林若是会当约到阮姐，就无人跟我抢成功啊！一箭双雕。幼珍一直唔肯甲我讲，伊的男朋友是啥人，这一定有问题。幼珍啊，啊，奇异果这么多吼，你有要炸一挂去你男朋友家无哈？好啊，妈，你帮我找。好，你就卡讲的呢，你男朋友要吃，叫我找。伊敢是你朋友的同事啊哈？伊哦。妈，你莫偷我的话呐！到时才带给你看，哈。潘威廉是你啊？威廉哦，来来，你来来宾坐。我拄好特别哦去排你上爱食迄间鸡架，排队哦爱排一点钟咧。哎呦，哪着排队去买啦？我若想要食，我家己煮就好啊。伊平常时对我遐尼好，我当然爱知恩图报啊。
威廉，你是不是做什么代志，让恁爸爸不欢喜？所以你要坐，爱我去替你求情。妈，你是有被害妄想症哦。潘威廉今嘛是因为有伫咧反省，伊今嘛知影你是伊心肝内底上重要的人。是啊，云嫂，所以你啊绝对袂当放弃我，爱一直支持我，听我。谢金啊，我哪有可能放弃你啦？啊，来来来，吃吃奇异果，这前几天吼，去中原普陀拜拜，吃一个好吉兆。啊。又新人嘞？哦，又新哦，伊在病院啊，今仔轮班呐。妈，啊，你看咱三个人坐做伙，敢有亲像一家伙啊？一家伙啊？是啊，潘威廉是你自细汉看到大汉的，你看伊应该伫咧看另外一个后生同款。幼稚，你讲你要找新的对象，你是唔通甲我讲是威廉哦？妈，你嘛拜托一下，就算讲全世界敢若剩伊一个查甫人，我嘛无可能甲伊斗阵啊。你莫抢我台词哦。幼珍哦，嘛不是我的菜啦，我干啦，把伊当作我一个小妹娘娘啦。哦，好卡在，你袂好惊死哦。对啦，云嫂，以后讲的话哦，我拢一定会听。我即马哦，回去替你甲弟卡同我烧，等一下放出来给你吃，好。哎，变啦变啦，你不是惊火？啊，我袂跟你家己讲啊，我惊火这个镜头哦，已经好多济啊。你等我一下，我找出来。虽然讲威廉哦，平常时做代志真无可靠，哎，不过安尼甲看哦，伊也是一个善良的囡仔呢。妈，我感觉你对威廉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呢。我哪有啦？啊，恁三个人拢同款啊，我拢是自细汉带到大汉的啊。妈。其实你就亲像威廉的妈妈同款啊！我问你，你若是威廉的妈妈，你感觉倒一种查囡仔才会适合威廉啊？哦，适合威廉的查囡仔，嗯，伊上无嘛爱头较好，有能力，会用个照顾人，安尼伫个事业上哦，唔才会当甲威廉斗三工啊，对不？其实嘛，咱身躯边就有一种查囡仔呢，而且威廉佫对好感。真是的，啊，是啥人啊？迄个人啊，就是。嘿，谁呐？哎呦，潘威廉，你真正足垃圾的呢！来，小林，永贞啊，永贞，紧来，摕药来讲，威廉去床底下啦，紧。强，姐不是伫咧病院值班。潘威廉，你敢有想要去专业的大医院去接受治疗？哦，对哦，啊，去家己有占高分的病院做治疗，上安全啦。去到病院遐上远啊啦，你的手绝对会疼死啦。不会啦，我给当啉来，好专业的来哦，较放心啦。听我个救护车。叫什么救护车？我开你的车去就好。行行行行行行。啊！哦，好，行行行。哎呦！这个五三零号病房的病人，稍等下去看。嗯。对啊，你等我一下。哎呦，好。
底下。姐。哦。阿丽莎，那你怎会来？哎呦，阿杜威廉啊，无说你去烫掉，你赶快看一下。哈？我无真严重啊，你去看好啦，我叫医生。唔免啦，你替我治疗就好啊。是我收袂着去吧，想要赶紧甲弟甲同学小号你妈妈食食安尼。你讲啥？你要用弟甲我妈食？无你即马是过来不倒一撮哈？想要超过伊找我妈献殷勤？姐，潘威廉即摆是真心悔改，知影妈爱食弟卡，才会去买弟卡来回家。妈妈对伊遮歹。阿囡啊，打是情，骂是爱，用心行为爱我。希望我进步，所以才骂我啦。够好多冷笑话吼，手无真严重啊，我出去拜别人啊。唔系啦，你先甲看啦。哎，医生，这烫伤。不严重，没事。你先甲搞一挂清烫伤处理就好。哦好。遐坐遐坐啊！幼珍，阿你阿姊人呢？哦，文杰要回来。文杰伫咧帮威廉搞油啊。哦，威廉是安怎？潘威廉经过一届驾驶啊，伊今日反省啊，即几工拢走来阮厝甲阮妈开讲呢。阮妈从细汉就足疼伊的，甲伊当作是亲生后生咧对待。你想哦，若是潘威廉讲，伊也是足介意文杰。我妈一定会把他送作对啊，要是他们两个不对卡会应该重新开花结果。哦，潘威廉是狗仔啊，我妈对他一定就放心的。告诉公啊，他们两个人若是真心相爱，我一定会祝福他们啦。啊，你帮我寄这文件给恁姐啊，那你有代志我先来啊。成功。尤西，我拄好咧提文件给你啦。好。啊，看你咧不闲，所以我得先交给幼珍啦。好，多谢你。姐，潘威廉的伤拢处理好啊？嗯，是啊，以后再小看伤哦，伊家己替伊处理就好啊，免送来便宜。浪费医疗资源，伊就坚持一定要来啊！伊一定是想要看到你啦。嗯，潘文莲讲伊嘴大，麻烦你去替伊买一罐水。哦。你妈，那真的就听威廉的啊？是啊，那是疼到的人是我，我唔知啊，我妈搞伊遐尼烦恼。当然会啊，你哪会安尼问啊？对哦，我不应该安尼怀疑阮妈，不怪啊，我妈常常讲我唔知影感恩。你看起来哦，就听你妈的话啦。可是讲你妈若是爱你甲潘伟廉做伙，你敢会勉强家己接受呀？无可能啦，我对潘伟廉一点仔感觉拢无。我哪有可能跟他做伙？哦，你话莫讲啊，这早，无得靠你因为友好啊，做出连你家己都会后悔的代志。啊，蛋姐，蛋姐，蛋成功，我哪会感觉你敢那是在吃我甲潘伟的醋？我，嗯，我吃醋？嗯哼，你要干啥？这就是你的自由啊！
啊，告诉公哦，你若真正介意潘威廉啊，迄个叫做自寻死路。我知啦。其实哦，该讲真实，其实我淡薄欣赏潘威廉。你看，我大概看见我妈遐尔照顾潘威廉哦，我也希望我妈对潘威廉的爱会当分一寡给我，安尼毋知偌好。你哦，要学会爱自己。爱自己好惨，就已经变成一个全民运动啊！啊，不过我嘛，家己照顾我真好啊，安尼敢无算是爱自己？爱自己啊，就是你放假的时阵，卖阁替你的同事代班啦。你好好出去行行的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。对了，你过两天啊，唔是休假？嗯。看你是要去倒位，我奉陪。哦，这听起来很爱自己呢。嗯。所以你是答应啊？那呢，咱的电话联络。好，我先来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小姐，你是不是要下班啦？为了感谢你替我做治疗，等你下班，我请恁去吃饭啦。唔免，什么唔免？威廉要请咱吃饭，你哪会好意思讲拒绝？嗯。啊，好啦好啦。阿哥，你要等我下班了，我现在不用。妈讲，爸要家己的财产摕去做信托，我唔知影是啥物信托呢，我真正足烦恼的，惊咱啥物拢无啊。你这个问题，我之前都捌甲你做伙讨论过啊。咱即摆上较重要的就是爱甲婚内工课做好。我爸哩，我是真心想要改变的，安尼到时接袂起。男女流离，不要搞意图。多谢你，韦国立啊，你当为着我甲意图安尼，文珍，若是甲我之前所做些歹代志比起来，真老算委屈。搁再讲，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已经叫你来看啊。我即马敢若希望爸莫甲看脾气外头啊，所以我即马所做一切根本都无算啥。我一定要紧想办法了解爸遗嘱到底是安怎安排的，安尼我才能随时应变。啊，若无到时我若真正一无所有安台啊！哎呀，恁爸有一个朋友来拜访，想要见你，你出来一下。拜朋友想要见我？啊，哦，刚是要阿姐去上班的迄个白叔叔。对，就是伊。姐哦，安尼足好呢。稍等呢，你得爱好好发挥你的实力，无得卡地当地只做经理。好了，妈，我先准备一下，我稍等随出去。我先出来等你。好。
我已经给你整理一下，看来我的老公有在那裡。没啦，不需要整理啊。刚刚整理我也是一个忏悔。啊，人现在来咱家，一定是想要看我忏悔程度到底是安怎。你莫安尼想，叶白叔叔跟阮爸爸是过两年的好朋友呢。你若会当伫个公司好好表现，以后我就会当叫阮爸爸甲你调转来杨氏物流上班啊。到时再甲讲啊。好啦，咱紧出去，唔通让人下等着。嗯。老板啊，哎，代志就麻烦你了。啊，我知影。嗯。这样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白叔叔啦，还写着网络行销，还有策略规划。老板，这位是我的囝婿，伊叫刘佳瑶。阿伯，这位是我查某囝文珍，应该免介绍了吼。当然卖免啦，文珍哦，嘛是我看伊大汉的啦。阿姐你好。阿姐你好。果然啊，是一表人才呢。虽然啊，香港有一点仔无方便呢，但是无要紧啦。我相信哦，一定有领导证明自己啊！加油啊！你放心啦，你来我的公司上班啦，大家呀会对你足客气。因为呀，除了你以外，我冇聘请其他身心障碍员工。除了福利平等以外，这个工作环境啊，嘛经过特别的设计啦。你上班起来哦，一定会感觉足舒适的啦。爸，你把我放去别间公司，就是无希望我做营养师物流，敢毋是？佳瑶，那安尼你伫这间公司上班，一定会当好好发挥专长。佳瑶，恁爸替你争取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唔紧多谢阿姐。阿姐，多谢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也多谢爸，你愿意替我设想。我绝对袂辜负你两个对我用心的。佳瑶，你放心啦，我知影你业界啊，听过讲你这网页设计的能力啊是足好的啦。所以啊，只要你若好好做啊，这公司啊绝对哦会让你久久长长哦安尼做落啦。阿姐，阿姐。啊，阿姐，那你佳瑶伫个公司是啥物职位？阮公司哦，即马上欠的哦是网页工程师啊。我知影哦，这是佳瑶的专业啦。后摆啊，再麻烦佳瑶多多的帮忙哦。我知。工程师，啊，不过佳瑶之前伫个杨氏物流做位的总经理呢，啊，你敢袂查详细啊？阿姐，而且你搁要爱伊久久长长，做一个小小的工程师。文珍，唔通对你阿姐讲话无礼貌。你阿准讲孤孤单单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啊。这人生哦，常常咧变化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三九婚姻赶快，嘛无一定孤孤单单的啊。所以你们才会着急，烦恼这样的代志啊。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文珍。加油。你让责任真重责，阿弟阿姐平常班，什么代志照起跟阿来，你唔通大主大意，唔通好白来哦，吼。爸，你放心，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我拢会谨记在心。嘛，多谢你甲阿姐对我的用心。好啦，就安尼决定啊吼，啊无我先来离开。好。多谢你哦。爸，我想无，偏正也是你明明就会当伫个公司发挥伊的专长，你想做偏偏就要甲伊安排伫个别间公司，你要甲遐尼好的人才安尼杀出去，文子。恁爸拢已决定啊，你要尊重伊的安排，好无？尊重伊的安排，是毋是参像遗嘱同款？你无代无志，佮讲这件代志是要创啥？贝丽，
不要紧啦，这个代志总是要提起的。只要是正面讨论，身体健康哦，安就好啊，敢不是啊？而且我代志安排好啊，我一定照顾我身躯边的人诶。爸，你这个观念真是足好诶。虽然讲我唔知影你安怎安排，不过相信你将来听你的囝儿是谁，必定会甲做上好的安排才对。奇怪，迄种不安的感觉搁来啊！李长，哎，这拢是你上爱食的菜，哎，你加食寡。唔通去啊！唔通去啊！已经有口啊啦！嘿，哎呦，真罕得会当带恁三个人出来食饭，你得爱食饱。哎呦，参像我这种岁数吼，袂用个食伤饱，这食了伤饱吼，对身体来讲吼，无健康。嗯，也是啦。阿伯云嫂，你有啥物想要爱物件，跟我讲，我袂有哩。这么好？是啊，因为我之前让你足伤心的，我一直想要弥补你。李嫂，你有啥物愿望无？啊，愿望，啊，我希望吼，恁三个囡仔会用找到好的对象，紧安定落来。你莫讲我哦，我已经有对象啊。但是杰甲威廉，我拢无哦。妈，你认为威廉是不是应该找一个甲杰同款的对象啊？啊，头脑好。阁会当管伊，安尼伊就会好好啊定落来。哎，这无可能啦！凭有心的条件吼，要做破家的新妇，我惊头家看袂上吧。妈哈，你哪安尼讲啦？啊，我讲的是实在话啊。云嫂，你安尼讲拢唔对啊！有心的条件哦，比我好较济啊，是我配袂起伊啊。威廉，你我的心目中，你永远就是上好的囡仔。到底是倒位的好？我就是你的查某囝。啊！麦讲这边，紧吃紧吃，最好吃的呢，紧吃吼。阿姨，你好。你好，啊，肯尼，啊，你是安怎会答应来相亲啊？因为无机会交女朋友，阮爸妈希望我来遮认识一寡新的朋友。哦，哎，奇怪，啊，罗小姐，你还袂过来啊？伊讲伊下班就会过来，可能伫倒位搭车啦。我等叫阿姐叔嫂咧来，啊！你唔是叫我下班就直接过，我哪有时间等你话啥？啊，肯尼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哦，就是我查某囝，叫做正怡啊。啊，甲一般的千金小姐无同款，伊较无介意西装打扮，啊，较介意安尼自然自然啦。袂啦，伊天生丽质。多小姐变打扮哦，就好看。啊，对啦，肯尼，啊，阮查某囝甲你同款呢，就爱看册，啊，佫会晓拉小提琴，啊，又佫是诶音乐系、心理系双主修。哇，无怪啊，真有气质。所以你蛮爱看册哦。嗯，是啊。安尼，你拢看啥个册？海明威、珍奥斯汀、张爱玲，是高行健。我其实吼，我较喜欢听音乐啦，尤其是啊小提琴哇。小提琴啊，小提琴是安尼叫的。我正音。
迄时哦，肯定看到你伤过紧张啦。是啊，肯定迄条件真正真好，唔呐风度翩翩，而且家世背景非常好，工作事业嘛做到真大呢。啊，真好真好，来。对啦，啊，今日真欢喜，当带恁出来食饭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啊，过两天等佑心放假，我带恁三个人做伙出去佚佗，好无？没个，我已经完牌啊。伊要甲陈光出去啊。佑心，你要甲曾成功约出去啊？是啊，我要甲伊出去。我不准。啥叫不准？我已经讲过啊，我无介意看到你甲曾成功两个人有任何的交叉。我嘛已经讲过啊嘛，成功不是歹人，我真正唔知影是倒位得失你呢。伊就伤过鸡婆啊，佮三不五时啊，就害你受伤，所以我不准。妈，有心啊。妈，其实我认为啊，成功这个人真正袂歹呢。那不安尼啦，叫成功甲咱做伙去。好诶，妈，佑心，你若是要甲郑成功出去，安尼好，你甲佑贞啊，搁威廉做伙出去。我绝对无允准你甲郑成功两个人单独约出去，有听到无？中的两人的关系，将话人看详细，才知爱你万千。要恋你的滴滴找啊找，想你到老也袂变。